因为年初有拜托白沙屯妈祖说，看可不可以帮二叔公的病情，看可不可以恢复，看可不可以醒过来，因为那时候有中风，然后都一直昏迷不醒。他想说请白沙屯妈祖帮忙，那是有圆满达成。那要刚好想说过年后要上去苗栗跟白沙屯妈祖说谢谢，然后看到脸书说哦要来离港绕境，我想说搭一个简单的香案来挽联妈祖，这样跟他说声谢谢这样。中平乡平常县某县大李刚乡赵寿山天信分尊吼，全体同仁将中原咱平常县某县大中原县大中原咱平常县某县大吼，特别个咱赵寿山遮吼来来甲照顾，感谢你，感谢。赵信汉诚心祈求，咱白沙屯江天宫天上圣母
马立林，阿妈来庇佑吼，咱赵信汉地主吼，会当事业一帆风顺吼。啊，嘛希望吼，咱天上圣母吼，天降吉祥，大显神威吼。啊，庇佑吼，咱现场在在吼，啊，大家拢平安顺利，大赚钱，上香拜，再上香拜，三上香拜，一票。恭迎咱白沙墩吼，恭天恭天上圣母，一念要遵循，行三结恭礼，一结恭，再结恭，三结恭。对，行，感谢啊，感谢，多谢您带。白沙屯妈祖愿意停下来，让我好好的谢谢他。恭迎圣驾圆满，耶！阿婆啊，阿婆，下水了哦，放心啊！